马乐，你不累吗？弗鲁不准说话。那你叔叔能说话不？没有弗鲁，没有叔叔。哎呦，你小兔崽子！累死我了，还是单身好啊！带孩子太可怕了。滚出来，叫枪不杀！马雄，带孩子可是有秘诀的。什么秘诀？叫枪不杀。我一定让孩子午睡，这样能休息一下。这是干嘛？想拿炸弹同归于尽吗？什么炸弹？给你放个音乐，咱俩一起跳舞吧。跳舞？好啊，好啊。累了吗？累了就回屋歇会儿。你说什么？来来来来，我说累了就上床睡会儿吧。来来来来，谁累谁去睡。真是在干什么？音乐放这么大声，肯定没有人休息了。哼，哄睡也是有办法的。我再教你一招啊，敌不动我不动，他累你不能累。马乐，咱们再玩个游戏吧。好啊，怎么玩？把这边墙上的便利贴都贴到那边的墙上去，看咱俩谁贴得快。要不我们再从这面墙贴到那面墙上好不好？不好，我已经赢了。快给奖励！奖励，奖励你再玩个新游戏吧。好啊，好啊。我们一起数数，看谁先睡着。这算什么游戏啊？不好玩。你玩过吗？没玩过怎么知道不好玩？开始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十五、十六。你怎么可以先睡着啊？你不能赢啊。真希望我已经在做梦了。